首先登录云安全中心控制台，进入总览页面，查看云安全中心为您的资产进行健康检查后的总体得分。本案例中，资产安全评分为四十一分，说明当前资产已被黑客入侵。单击立即处理，查看安全风险处理项，可根据扣分项最严重的检测项确定处理的优先级。单击立即处理，进入安全告警页面。 定位到对资产威胁程度最高的恶意进程类型的告警，单击该告警的名称，展开告警的详情页面，单击隔离，对恶意进程进行查杀处理。恶意进程处理完成后，您的资产安全分将有明显提升。